Welcome to Ghana. I'm from China. Fejo. 是的，我第一次来到非洲。 你到非洲讲呢？哎呀妈呀，那你现在觉得就是你非洲有什么印象？我没有出国之前，我只听别人说非洲不好，非常贫穷。但是现在我到达非洲之后， 我第一次来到非洲，是的，我第一次来到非洲。我亲眼看到了很多东西。我的思想改变了。改变了，非常非常漂亮。非常漂亮。 Very beautiful. For another，另外非洲的小朋友非常非常热情。 Very friendly. 他们跟你一起玩吗？ Yay! Not only 和我一起玩， smile 玩耍，拥抱 hug。 哈，哎，让我很惊讶。但是中国小朋友特害怕。对的，他们害怕。对的，对的。哎呀妈呀！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习的地方。哇。对。你在这边多长时间了？我在这边五年了。对。你会这边的语言吗？ Kakra，Kakra，Kakra，Kakra。啊，那你以前在中国对非洲有什么印象？以前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来非洲了。我觉得非洲是一个很穷很破、没有水、没有很干燥的沙漠的地方。然后你来到呢？我来到加纳之后，我觉得非洲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样。它的水比中国还多。 而且原先我认为非洲很热，结果到了之后非洲很凉爽。我们中国比非洲热多了。我欢迎中国人来非洲来避暑。我真正跟中国人说，就是中国比非洲热，他们不信。但是我今天很高兴，因为有中国人告诉我了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我想问你，你有一些话想跟中国人说一下吗？就是有一些中国人对非洲有一点就是印象不怎么好，你有事想跟他们说一下吗？因为 中国传统的这种教育观念对非洲的这种涉猎很少，对非洲人包括非洲的地理地貌都了解的非常少。然后随着这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，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去之后才发现，非洲其实也在走向跟我们国内的大城市一样，也在走向现代化。 只是它有非洲本身的传统的一些观念，包括传统的一些东西，加上现代化的一些东西融合在一起，这是现代化的非洲。哇，你今天真的让我很高兴，你知道吗？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好，我想问你们是中国哪里的？我中国南方的。南方的，那你现在已经在加拿大多长时间了？快两年了。 快两年了，那你觉得加拿怎么样？加拿很好啊，加拿人都很友好，然后这边风景也挺好的。你呢？你觉得加拿怎么样？我觉得加拿的人呢很热情啊，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啊，比较我也比较喜欢。那你以前觉得加拿怎么样？你没来过加拿的时候，你对加拿有什么印象？
我们觉得以前没来过的时候觉得非洲很热，然后现在过来呢，我们觉得比国内还要凉快。哎呀妈呀，所以你觉得这边比非洲什么？哎，比中国哎呀妈呀，好，那你们在这边做什么？在加拿大做什么？我们在中国的贸易公司上班。贸易公司上班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来到这边多长时间了？我待了9个星期。9个星期，意思是你才来？那你来到这边做什么呢？我在这里做一些义工。哦，好，那你现在觉得这边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这边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那你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就是你自己看到什么？因为有人说非洲人吃人肉啊什么的，你吃过人肉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看过，没有人吃人肉。你自己在这边吃什么？这里吃这个 jollof rice， 就是茄子。这个 jollof rice 用什么做？做米饭。你以前吃过吗？没有吃过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非常好吃。还有这里非常安全。非常安全，好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很高兴认识你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吃的这边的菜吗？好，夫妇非常好。你吃夫妇怎么样？非常好，第一次不习惯。对，第一次不习惯，然后慢慢的我尝试了一下。上帝给我芒种吃。对的对的，吃芒种不习惯。对，现在我也变中国人。然后呢，你想跟非洲人说什么？你有一些话想跟非洲人还是中国人说？先跟非洲人说话就 OK 了。 OK， 非洲的人民你们好，很高兴我能来到这里。这里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好。因为你们的友善，你们的资源的丰富，让我对你们改变了印象。这里并不是别人说的那么不好，非常好。对于我们中国的人民，我也希望我们能改变我们的思想，对非洲的思想。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一点点的东西而评论整个大的东西，不能以小见大。我们应该客观的、实事求是的看待我们非洲。其实非洲很好。It's your boy Mr. Ghana baby. Don't forget to like this video. Don't forget to leave a comment and don't forget to share and subscribe. I am Maya.